吃完那间 brunch 出来了，其实我本来已经刚吃饭的时候我开了机录了一段画面，可是我很愚蠢的是我忘记开麦克风的开关了，所以整段画面是没有声音的，非常抱歉，我下次会检查好。哎，真的是蠢了。好，我是 Rob， 终于就是见到面了。对对对对，乌鸦老师呢，我是看他的最早看他的 Heaven Raven 的公众号，然后知道他其实算是一个老媒体了吧，可以这样说。潮流知识什么的，有不懂的大家直接私信乌鸦老师好了。对，我第一次看到 Rob， 我觉得就是在，因为我之前会用 YouTube 嘛，然后其实他 YouTube 上也有频道，然后 B 站上也有频道，对，随意发。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在看说，哎，大家都怎么拍影片啊，怎么剪啊。是人帅又会剪片，对对对，梁家辉，对对对，梁家辉，看了还蛮多集的，是啊，而且我为什么都要拍这么长啊？哎，这个其实我也不想的，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平时其实话不多，但是一拍视频好像就挺不住。有时候我讲一些东西啊，好像你讲太短了又讲不透彻，对，但是你要讲得好好的话，真的时长就很难控制。所以你一直里面都会到20分钟、30分钟，差不多。我现在也是，就控制时长是我一个比较首要的目标。我觉得有点太长，因为你后期的时候也很辛苦。我反而是到视频前面不敢讲话啊，一开始我也是，都不知道讲什么，然后讲很多废话，后期剪，花很多时间全部剪掉。所以你拍视频拍了大概多久的时间？一年左右吧，一年左右。对对对。所以你觉得怎样的单品的条件是你会选择去购买或是分享给大家的？自己首先要感兴趣吧，然后就是用起来真的是符合我自己生活习惯了，我的一些使用方式，我用起来顺手顺心，我觉得还不错啊。可能有些人会跟我的生活习惯差不多，那我也可以介绍一下。嗯。那你买过你什么单品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护肤那个宝算一下，还是算宝的。对对对，然后其实鞋子都差不多，大同小异，没有说特喜欢。嗯，球鞋可能还是因为文化了，技术上都差不多。因为我印象中广东那边是玩鞋的文化特别的兴盛。应该算是，对，还蛮多老炮的。所以你觉得为什么球鞋啊这种文化在中国会这几年这么兴盛？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有，只是说这几年才走进大家的视野吧。这个惨叫什么？近一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年长过我们的人他们玩鞋，然后心里会有个憧憬，说我长大了要像他们一样玩这些东西。到我们现在长大了，小我们一辈的人现在开始有购买能力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开始这个文化开始变普及了。现在小孩子购买能力多夸张了。你开始接触潮流是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高中吧。高中其实我最早不是因为潮流，是因为 hiphop， 还是对你喜欢的音乐，所以你是跳街舞或者什么？没有，我有玩过一阵 beatbox， 但是那时候还是就是怎么说，资讯的关系吧，没有说特别发达。我那时候没有共同玩的人，也没有办法去做交流，进步很困难，所以现在就基本上是荒废的状态了。但是通过这些呢，我就可以认识到我喜欢的文化，喜欢的一些 celebrity 啊，明星也好，然后你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呢，慢慢接触到这一块的东西。什么人物是你觉得心目中的时尚或是潮流 icon？ 你要说我的启蒙，
子的话，其实 hip hop 来讲应该是 Eminem。Eminem 对，但是到后来你要说穿衣打扮，肯定还是陈冠希。陈冠希对，这没得讲。追求过他的单品过吗？哇，那时候太难买到了，那我才高中生啊，一个月才多少钱零花？你只能说是看看别人买，或者我也是高中生啊，我也是高中生。OK OK， 那时候基本上都是神级单品，杂志上、网页上看的。啊，真正有接触到的可能也就是长寿牛，对，然后红丝绸，就基本上这个是比较能看得到，我是没有机会去买了，看到别人上交而已。对，以前的那个闪电裤那个阶段，对对对对对，然后背那些格纹衬衫的地方那些，对，哇，不讲还要一讲，觉得自己很老，真的真的，现在穿这些没人认识。然后呢，还有什么？银破坏对吧？金破坏，对对 对, 對。然后 neighborhood 有些刀哥啊，林氏刀哥、啊、牛王、黑桃。但牛王就是这个名词也又烂又烂，对，什么牛仔裤推出都要说自己是牛王。是啊。那现在你还有在注意哪些品牌吗？嗯，现在看的更多的是一些怎么说呢？像以前刚入门的时候会看就是什么帅就看什么嘛，什么酷感什么。现在我会比较追求实用性、功能性，就开始往凹豆啊、机能对，真的是用得上、日常用得上的东西我才去买，不会说买了放在那里就浪费。嗯，那买过最贵的一个单品啊 ，Valence 那件衬衫。哦 ，Valence 对 ，Valence 真的正点。会买 Valence 的也算是蛮懂的哦。是怎样的好？是你觉得防水啊，还是说它版型？对，功能性肯定是好的 ，Valence 功能性不错。版型的话，就是很意外的非常合我的身。嗯，可能是我还不够好，衬不起它，我还要再装一点。你本人看起来比视频瘦，大家都这样说。真的，比视频看起来比较好像有应该有空间压缩吧？还是因为大家都看了泡汤的那一张画面，觉得好像会吗？天哪！那你之后有没有想要再可能多接触啊，或者多想要买哪一些品牌或单品？其实喜欢的品牌现在越来越少，还是有。具体到单品的话没有那么具体，我觉得东西还是要实际上拿到手我才会决定。所以你是实体店铺派的？现在应该还算是吧。网购的话我应该只会买那种就是实体店你找不到的东西，我才会买网购，然后回来拿到手再决定是要留还是要除掉。那介绍一下你今天一些行头吧。这些其实大家都应该很常见，来来回回就是谁旧件的戒指嘛 ，Undercover 的手机，对，然后也是这些东西，所以那个是 Goros 是旧件的，哦，也是旧件的，对，然后链是橘地剑，哦，我那只银也是，但我今天没有戴，所以你是旧件跟橘地剑两个会混搭，会混搭，会混搭，因为最早开始接触到的有限嘛，然后买到什么就买什么好了。嗯，然后比方现在大家买这东西很方便，到处都可以有买橘地剑，就是他现在有哦，有进中国吗？还是旧件是有在大陆有代理，有代理。橘地剑我之前看他官网好像是有几个店铺吧，我也蛮久没留意了。那你平常这些流行的文化、啊、或者流行的资讯是从哪里去吸取 ？Instagram 啊 ，Hypebeast 啊这些潮流媒体咯。我有关注的一些名人，对，大概都是这样子。然后再就是喜欢的朋友，大家互相之间会告知。所以这个文化其实在中国是蛮大一块的。嗯，对，我觉得，但圈子分得很散。嗯，是。那你觉得古着文化会开始在中国？我觉得肯定会，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有，只是说它在潮流文化里面占的比重比较小，现在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因为怎么说，古着一个是比较环保嘛，回收再利用循环，对，不用浪费。那再一个呢，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现在穿的服装体系都是从基本上二战时期那些军服工装过来，直到现在我们的设计还是这样，好像没什么进步。对，所以现在哪怕你想要自己做个品牌，或者你想要在这上面研究点什么东西，最好的保护还是 vintage。对，是。那你自己有买过哪些 vintage 吗？哦，我买的 vintage 还挺少的，叫不上名字的那些，有些日本的那种中古棒球服啊，然后一些 Noragi 的那种款式的东西，但我买的不多了。然后就是，我觉得不能算 vintage， 只能说是旧一点的货吧，就藤原浩早期的那些水洗的 Vanquish 那些，对，我会有一些。因为你常去日本吗？没有没有，还没去过。之后有机会一定要去一下。对对对，我会有计划。那边真的是，你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真的是另外一个服装的，就是风气跟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你打扮啊，或者穿着好看，其实是一种礼貌。是是是。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穿不好看会给别人造成困扰。对对对。但是他们又同时会自由度很高，没有人管你怎样打。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感觉，就是他觉得。我不去对你的衣服做出评论，是因为我尊重你。嗯，对对对，那所以大家就更有空间去发挥。是是是。
所以各自有各自尊重。对啊，比如说我像之前我有去排过一次 Goros， 然后那次很有趣的，我第一次去日本也是第一次去排 Goros， 然后因为很早嘛，大概5点早上5点去排队，然后下雨，然后我睡着了，旁边来帮我撑伞，对，他说就默默帮你撑，他就帮我撑伞，然后因为也是日本人，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或者他讲什么话，对对对，可他就是撑着，然后用手机，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醒来发现没有淋湿，就觉得哎还蛮感动的，对对对对对对，他们觉得就很正常一件事情，就还蛮贴心的，对，然后你去旁边抽烟啊，或者是去买个东西什么，他们也会帮你看着位置，对对对对对对。但我不知道现在状况怎样，因为我大概10年没有去排过 Goros， 那你还觉得你会去排？我觉得就它变成是一个体验，就好玩，就旅游打卡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一定说你一定要买到什么很是神奇的东西，就但是去一次，对，就没去过去一次。但你如果去过的话，应该也不会再去了。目前的话，就是看你的行程安排。是，对，就是如果你安排一个可能一个礼拜的行程，你有一天特别早起去体验一下，因为那天整个 round down 下来，你从排队到进店大概下午1点就结束了，就是你下午出来喝个下午茶。对对对，你下午就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去逛别的东西。对对对，但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排队模式，好像现在你还要抽签，对，还要先抽签，然后还要先被人家筛选还是什么？那抽签好像说你拿不到好奇签，你不用排，你可以走了。对，可是你就会发现你7点就醒了，还没有店没有开，就有点麻烦，因为他们店都是下午2点开，那晚上8点就关了，所以其实精华时间就只有一个下午，你太早去或是太晚去，对对，因为他们很准时就会下班。然后百货公司也是所以基本上你8点以后，你真的就是只能去找个居酒屋啊，或是拉面去。所以其实大家规矩都还守得蛮好的啊，日本真的是蛮守规矩的，对啊，元素啊，李元素那边其实蛮值得一看的，还有南青山，如果有去过南青山的话，知道那边的旗舰店啊什么真的很漂亮。那我看到你有说最近在逛上海的哪一些古着店，我比较推荐一下。因为最近是刚采访的 intro 嘛，就是我一个朋友，应该也不是朋友啊，就是。采访完之后变朋友，然后他新开了一间古着买取店，对，其实在附近吧，我们如果等一下可以下雨可以看一下吧，对对对对对对对，还不错，我觉得我进去那家店的感觉有一种我又回到了十几年前刚接触服装的那个心情，对，你会看到比如说2003-2004年 Undercover 啊，或是Rob Simon 2015-2016年的设计，对，然后康德卡颂啊 ，Huge 啊，还蛮多保障的。算是对对对对，因为以前就在穿这些东西，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是离自己有一段距离嘛，到现在，然后现在你看他们又干干净净、完完整整，又回到架上，然后还有人愿意去介绍啊，去推广这些，我就觉得蛮开心的。所以你之后拍这个，你有想象过你的下一步会是打算做？现在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包括这一次旅程也好了。我主要是想放空一下，因为平时哪怕工作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就感觉是目的性太强了，带有一定的目的去做，难让头脑或者身体放空下来。就我这次出来玩也是，我没有 plan 任何说特别具体我一定要去哪家店的行程，就是说附近有这几家店，我就把这一圈逛完，一下对，借头找个结尾，我任务就完成。然后就包括未来可能也是吧，这一个 vlog 的东西就随心做就好了，我没有想给自己太大压力。但现在这个收效我也蛮吃惊的，我不知道影响会这么好。OK， 对，所以你其实这个是有收入的，有一次两次吧这样子，对，很少很少。所以视频方面的东西，我会觉得说，要是我有心的话，就再努力去做更深入一点，因为毕竟看。国外很多 vlogger 去做的还蛮精彩的，对对，但是土壤啊环境不一样，不能照他们模式去做，就自己随心做就好了。但我觉得 vlog 这件事情也算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可以说职业。对，因为以前大家都是 vlog 嘛，就是用文字或者照片去记录生活。那现在因为媒体啊，或是网路网速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可以开始透过视频去参与你的人生。对对，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而且未来可能5G， 对对，会更直接的，更直接，说不定你可以更潜入式的去沉浸在别人生活里，这件事还蛮有趣的。对，但是又有一种有点双刃剑的感觉。对，会变得更透明你怎么生活。对，因为其实你选择拍视频、发视频，已经把你人生的一小部分给就占据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维持现在这个节奏，我觉得还蛮满意，对我来说是舒服的，至少。所以你现在有7万个粉丝，对对，7万来，你走到路上会有人认出来吗？没有啦，哪有那么夸张？因为其实，在做这个之前，我也是要分享这些东西呢，我也是拍照啊，然后打点文字这种。虽然现在说我开始拍视频了，但是如果要去展示一样东西，我觉得，你通过长的视频语言去讲，有时候是好的，但有时候会显得拖沓。其实你一张图片就够，有时候。因为其实像我们之前做杂志，我们要想办法用一张照片去讲所有的故事。是。但现在可能大家对于阅读文字啊，会
疲惫，对对对对对，可能会想要看更多综艺或是有趣的画面，是是是，所以我一直在这个平衡点上去拿捏，就是大家想看的跟我想要做的想要分享的这个东西要怎样取一个平衡，对对对，其实就怎样在有限的时间或者说内容里面把你想表达的完全展示出来，对，这还算是一个蛮难的事情，就我现在来讲我的时间是拖得很长啊，不太好，我做的我觉得还 OK， 因为我反正觉得说就是可能放着，因为你声音也好听外形也好看的话，大家可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消遣，对，就是会当作一个陪伴在旁边的，还不错。有考虑做 podcast？ 我吗？对 ，podcast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提这件事情，但就是我觉得视频这部分我都还没有做到很完善。然后 podcast 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因为如果你是做服装的，其实服装你要从文字影像变成视频已经很困难了，是是是。对，就是除非你今天是好比说穿搭博主啊这种，你可能秀你今天 OOTD， 但是你要讲更深入的，好比说马吉拉的历史，你要怎样讲的生动，其实都有点困难的。那你今天还要用 Podcast 的话，除非你今天只有声音，对你只有声音的话，其实大家很难想象那个轮廓啊、布料啊、对剪裁这种，很考验讲故事能力。对。我还不确定我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讲一些大家喜欢看的东西，但首先还是要大家感兴趣。对，可是现在就是流量或是粉丝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要订阅我，知道没有？订阅我，对，一定要订阅了。乌鸦老师有空的话肯定会回私信的。对对对 对， 对，年轻朋友刚进来入这个文化的话，就可能会被带歪。我觉得还是要多看吧，就是阅读跟知识真的蛮重要的。是是是，对，我觉得真的，尤其是在服装这一块的话，你有一些历史的尝试，或是有一些对于时装史的了解，对啊对啊，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对对，因为其实现在就像我们之前讨论，就是很多设计都是从vintage就是古着中演化而来嘛。对啊，那你可能现在才开始接触服装，人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酷很新，但是可能我活的就是老了一点嘛，就是可能会觉得，哎，这是十几二十年前，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对对 对， 对。然后它只是在被重新包装过了。对。像是 Virgil 就有讲过，就是你一个设计改了3%，就是一个新的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服装的流行，都可能从90年代或是2000年初就有这个概念。对，其实就是套用再套用，一直流传到现在。对。就像耐克一样，其实耐克就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一个品牌嘛。对啊。那其实你在产品上一直可以看到追溯的，对，可以一直往前看。就是我们会常说，就是当尤其是服装，就是你往前看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你就回头看，是，对，你就会看到以前有一些很酷很屌的东西，然后又变成一个轮回。对对对对对。那是不是说年轻人如果想要玩得很透、玩得很懂，我直接去玩 vintage 就好了？我觉得玩 vintage 你真的要有些底蕴，不然你其实你走进去一个，好比说你就是你放他到一个 vintage store 里面，他看不懂，对，他不知道这东西是他的 DNA 是什么，他的基因是什么，他其实会不了解。好比说马吉拉的东西，你给他看以前马吉拉还在任期的时候，他那些设计其实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些拼装的古着啊、结构的东西。可是这个概念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你让一个刚开始接触服装的人去问，他们会是一个，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怪，我要怎么穿？可是有时候那个不是要让你真的是穿的，它就是一个概念的呈现，设计师的想法。对，马吉拉就有说过，就是他为什么要做古着重建这件事情，他是因为没有钱，他是因为没有钱。那现在就暂时先讲这么多。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段素材截然而止，不是因为我的剪辑问题啊。这段素材我跟乌鸦老师，我们双方都发现，在后期整理的过程中呢，他一说完马吉拉没有钱，然后这段素材就不见了，就消失掉了。我不知道是前期拍摄的时候出了问题还是怎样，反正我们两个觉得这事情还蛮灵异的，一提到大师没有钱就素材就不行了。Anyway， 不管那么多了，我个人觉得这段素材的一些讯息还是蛮有价值的，所以我就先保留下来，当做一个话题的引子好了。希望日后有机会能跟大家再详细的展开做一个探讨吧。那在这之后呢，我就跟乌鸦老师一起去了 Johnny 的店里面，然后关于 Johnny 店的这个探店以及我在上海的一些购物分享呢，我会整理到下一期影片，统一去给大家做一个展示。那这期视频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下次再见吧。那现在就暂时先讲这么多，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深入聊一下其他的。所以你想要去上海其他店逛逛吗？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下去逛逛吧。那我就带你去朋友那边看一下。好啊，好啊，好 ，Let's go， 期待 ，OK 。嗨。